昨天下午，天后李玟带着她魁伟四年的全新专辑《盛开》来到重庆 SM 城市广场签售。Coco 带着标志性的阳光笑容一亮相，就引来歌迷阵阵欢呼。一袭深绿色长裙展现出性感 S 型身材。结束了《中国梦之声》的录制， Coco 在活动现场又当起评委。不过学员变成了台上热舞的歌迷们，跟着音乐的节奏， Coco 不仅帮他们伴唱，自己也扭动起来。而一位台上的男生正是十年前 Coco 重庆演唱会当他舞台男朋友的歌迷，这让他直呼缘分。而歌迷们制作的李玟这十年来的回忆 VCR 让感性的 Coco 忍不住现场飙泪。而说到最爱的人， Coco 表示一定是妈妈。每当提起妈妈，李玟都会有无限的感动。而提到与丈夫 Bruce 的感情生活，李玟表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对方的优点，要想着你很欣赏你喜欢这个人的那些优点，不要想一个人的缺点。我看了一本书，那本书呢就说，如果你把你所有的 energy 只是集中那个注意力在一个人的缺点，每一次那个缺点发生出现了，你只会看到那些缺点而已，你反而不要去想一个人的缺点，你想他的优点，就变成你所有东西都看你的正面一些。那所以呢，我到现在跟老公还是觉得好像还是那种热烈的那个初恋情人的感觉。那可是我真的觉得你要把对方，你的爱人，你的另一半，把他是你的 best friend， 你的最好的朋友。